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大人。这个月的特别企划呢，是想带着大家跟着我一起健身打卡，记录我每日的运动。我精选了一些网络上热门的宿主健身训练，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教练，请各位观众手下留情。如果在过程中身体感到不适，请停下动作，不要受伤了。每天一小步，成就未来更好的自己。那我们就一起开始 workout 吧。接下来进入第五天，跟着我一起来做收手臂操吧。